Hello, B 站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熟悉的歌手卡布雷周深。今年报了更多的这家公司是哪个 ？A 音乐区、B 演出区。音乐区。明年更想联动的同学是 A 舞蹈区、B 生活区。一如既往的想选鬼畜区，结果没有这个领域，那就舞蹈区。舞蹈区。就是你在说什么？哪个区和舞蹈区来着？生活区。生活区。嗯。平常会不会在 B 站上做投资？当然会啊。当以下稿件出现在你的首页时，你更想点开的是 A. 周深色气像视频， B. 周深最想删除的视频， C. 周深哈哈哈哈笑死我了。最想删除的视频吧，想联系一下把它删了。哎呀，好霸道的我呀，换一个吧。那就哈哈哈哈哈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给大家带来开心还是很好的，因为经常我也会在 B 站看到一些自己比较幽默比较好玩的剪辑，我也会笑。对，大多数是元素吧，偶尔有一些地方会稍微的二倍速一下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要二倍速我唱的一些片头片尾啊，拜托了拜托了。当成为百万博主的那一天，你会满足粉丝提出的下一些要求 ：A. 5分钟学宗教挑战 ；B. 一站直播连续5小时。五分钟学猪叫挑战，你知不知道嗓子会烂的？但是我距离百大 UP 主这条路还有点漫长，我们以后再说吧，下次一定。你对你自己喜欢的稿件，你会 A 下对于 B 建大人？对于我。自己喜欢的稿件我一般都是下次一定一键三连。那我选我们自己的时区吧，东巴，那就选东巴拉，东巴拉，对不起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东东 buff， 这是好运 buff 吗？唯一的一个。刚才我是要叫什么？刚才是一个快乐，所以我需要在一分钟之内挑战完成。换了一个是吗？哦，所以就是如果我在一分钟之内，就是另外一个。你们给我宣传出去，七个任务一个 buff 被周深霸中了，就这个吗？做出可爱表情，跳过。做可爱表情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不如回答那个问题。东巴拉呀。新的感受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新的感受，因为这次的舞台是全新的一个舞台。我看说了什么，说了等于没有说。因为这次的尝试是我没有想过会以这样的形式去做的一个舞台，虽然我是第四次来到 B 站舞台了，大家可能现在看不到，现在这位老师就是你在说什么，因为我又想剧透又不能剧透，总之是一个非常新的形式，然后不止一个周深会出现在舞台上。四个词形容接下来的节目吗？非常经典、熟悉、霸气和非常周深。哦，是用四个声音去念这四句。那以下牵扯剧透，如果不想剧透的朋友可以稍微小小的二倍速一下这一段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不能唱。那你岂不是剥夺了我的生活的乐趣？这个有点难的。达拉，崩吧，班德，那是我的口音，那是我的湖南口音。达拉崩崩吧，班德贝迪布多比乌翁。达拉崩巴班德，达达，我可以跳过。你终于想起来了，要做一个可爱的表情。呀呀，可不可爱是我说的算的，可爱的给我打一，这个全屏是二刷，好难啊！刚才那个念出来，达拉崩巴班德贝蒂布多比鲁翁。更怕你永远留停留在这里，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。好难哦，好难。好，用这个可以跳过去。那我刚才摆的表情呢？你骗我，当场诈骗。你们不为我争取些什么？你们不说些话吗，观众朋友们？一键三连，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舞台的时候，会看到我任何在的视频的时候都给我一键三连。挑战。那就哇塞，既然还有一年的时间，我就挑战用我的舞步跳进你们的心里吧。
是有舞蹈方面的。字面上是这个意思，但我可以再去拐拐弯，把它拐成另外的意思。暂且是这个意思。用一个手势来表达一下你的新年愿望。Nice。哎，大家应该知道那个表情包吧？哎，那怎么比 ？Nice。可以给我看一下原版吗？那怎么像呲牙呢？我做的。Nice。周深，指尖宇宙，东南西北 ，B 站授予你的年度星球是歌星，歌是歌词的歌。新的一年除了五 G 冲浪，也记得多多更新视频，莫让歌星变成歌星。这算惊喜吗？这是对我的吐槽，这不叫祝福。收到了 B 站朋友们，应该是你们的心声吧？你出来。我不可能的，你们催了也没用。下一个题目。Yeah， nice。 我希望我们 B 站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如既往的就是机灵捣蛋活泼，然后让大家意想不到吧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你们的特色，也是我特别喜欢你们的亮点。总之永远做那个你们最喜欢的自己。 Nice。 哦，我这么多汗吗？你看你的问题多刁钻。身上有个翘起来的头发吗？甚至那是我的造型。老师，你的头发比我的翘多了。老师，你是湖南人不？是，都是湖南人。哦，真的？妈耶，难怪这熟悉的口音。就这个，不是造型的那个是吗？是。啊，那造型。来喽。